一个小小的那个绰号 ，AKA 游戏王，不会让你哦。我有个绰号 AKA 游戏不败王。知道我今天要干嘛了吗？不知道没关系，我知道大家看我已经看腻了。今天呢，我们欢迎到点阅率的保证。哒哒，婉晶知道我们今天来这边，要干嘛吗？拜托，看到我出现，应该已经很明显了吧？我的身高就是被投手耽误的啦啦队员，今天就是要来挑战打棒球 ，Yes。我们要来进行一系列的小小 PK 赛，小小 PK 赛，因为大家都是叫我老妹老妹，我被叫老妹已经觉得说不行，我一定要出来活动一下筋骨。那不好意思，因为本人就是有一个小小的那个绰号 ，AKA 游戏王，不会让你哦。我有个绰号 AKA 游戏不败王，好吧，游戏从来没输过，真的是完全激起我的胜负欲。没错，我不能输，一决高下。好的，马上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关卡，九宫格投球机，看谁打到那个分数最多就赢。哦，好，没问题，听起来很简单。没有那么简单哦，没有那么简单，就是我们要用非惯用手投球。你应该是右撇子吧？我是右撇子。然后我们要用左手投球，没错，我先来好不好？我先来，我先来。好好好，那我们就开始。格子数，我们是平手哦， 所以刚是我赢吗？你六分嘛，我打一分，没关系。第一场呢，好，短金先获胜，但不要忘记，我们今天是三战两胜。接下来第二场呢，一样是在这个场地，一样在增加挑战。好，我们要来蒙眼丢球，看你要贴左眼贴右眼都可以，自己选择，然后用我们的惯用手去丢。用手投，那我贴左眼好了。你知道有个方法可以看哪一只是你的主力眼吗？是这样。只睁一只眼，例如现在只睁右眼，跟只睁左眼。那我是左眼可以闭起来耶。我是要闭左眼，我也是闭左眼。那我要闭左眼，是不是觉得我很聪明？有没有崇拜我了？连这种小知识都知道，我还知道很多。好啊，那我们就短金先开始我们这一回合的比赛。Go， 你确定自己拿 OK 哈？可以。你确定 OK？ 进了，啊，三号，我连续两
哇，太强了！进行到这边1-1，非常精彩。现在呢，我们要稍微转换一下场地，来看一下我们最后一关。最后一关呢，我们要来打90 km 的打棒球。哦，那是我的强项了。强项吗？真的假的？对啊，讲那么多，还是要来分个胜负啦。真的不会让你哦，我真的也不会输哦。我跟你讲，今天的游戏王称号我拿定喽。那就短金先来，因为你说你很强嘛。OK OK， 你先来让我看一下什么叫做厉害的。好，我小试一下身手。现在短金在准备了，你要不要来投注一下？你觉得谁会赢？那个投注的钱是？好了，老板出啦，你知道投谁了吧？我可以小问一下赔率是怎样吗？人家运彩也有看赔率的。谢谢。哦哦哦！哎，打下面什么意思？我觉得很快啊！哎，他一直打下面，啊，打不到！刚刚有人说很强。你真的有挥到哎，有挥到都算哦。哇，你抓到诀窍！哇！我吓我一跳。最后一颗，最后一颗，九颗。哎，很强哎！哇，勾手交替，好累啊！真的很强。我觉得再来一场，还要再加码是不是？我觉得加码一下，我准备好了。一 go！ 我的脚力是不会输给你的，这是踩是不是？啊，超酸超酸！我一直在撞墙哎，好酸啊！我到了，你到了。只是选错比赛。